Thank you.
像不像伟大的画家梵高呢？ 欣赏。
们一起完成的作品。嗯，啊，给你也添上颜色吧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帮我抓住熊熊！
重生。房间打扫干净了，但是我饿了。怎么还吃这个？换点其他口味吧。哦，瞧瞧我干的好事啊！在我们生活的世界，没有不喝牛奶的猫。以前你到底有没有认认真真的洗过脸？妈妈来教我别的小猪，洗干净他们的手，他们兴高采烈地走向充满温水的洗澡盆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太阳公公灿烂地向我微笑。当然还要等到那时，到底谁经常生病，谁又脏兮兮的忘了洗澡，他到底是谁？你我都是干净的人，难道小猪比我干净？难道在你眼里
猪赶紧骂。今天小孩清晨起床洗澡了吗？太阳公公灿烂地向我微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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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快睡着了，我是不是也该变成瞌睡虫呀？你懂的，我这种小孩子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是最乖的了。小朋友们乖乖躺上床冬眠，熊熊就会感觉快乐到心田。熊熊，熊熊，我现在上床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刷牙。熊熊，我渴了，想要喝一点水。喝好了，我现在可以睡觉了。怎么搞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枕头有一点小，除了有点小，我觉得好像还有点结块。熊熊，我还想跟你说个事情，我觉得我的小被子好像不够贴身。我现在还是觉得穿不够舒服，有办法吗？难道我们要睡到春天，而且还不能看动画片？好吧，好吧，听你的吧。熊熊，你呢？你是怎么睡着的？请你教教我吧，能把你的睡眠秘诀传授给我吗？好了，我也要用这个方法睡觉，用正确的方法冬眠，既要科学严谨，又要合情合理。一只，再一只，再一只，再一只。熊熊，能给他们标上数字吗？数起来更方便。我数着数着就忘了数到哪了。吼！熊熊，能给他们涂上不同的颜色吗？吼！
宝宝乖，把灯关掉，被子裹紧再躺好。大灰狼躲在床角，它来抓你不要逃。倒数五四三二一，整晚跳舞玩游戏，摇啊摇小宝宝，拜拜拜拜，音乐要跳到最高，拜拜拜拜，摇啊摇啊小宝宝，二十年的年龄吧，睁大眼睛别睡着，不要吵把灯关掉，整晚跳舞不睡觉。大灰狼踮着小脚，小绵羊们绕圈跑，摇啊摇啊跳啊跳，在你脑袋里打闹，摇啊摇小宝宝，拜拜拜拜，音乐要跳到最高，拜拜拜拜，摇啊摇啊小宝宝，二十年的年龄吧，睁大眼睛别睡着，喝水冲你老师爹，当心摔到床下面，躺在原地转一圈，赶走睡意好疲倦，只有乖宝宝知道，摇啊摇水哥好娇，摇啊摇小宝宝，拜拜拜拜，音乐要跳到最高，拜拜拜拜，摇啊摇啊小宝宝，熊熊，你看看这些数字，根本数不出来嘛。国际象棋吗？要怎么玩呢？先移动哪个棋子？哦，这些棋子太好玩了，这个看起来像皇冠。
快快快跑！滴个滴，滴个滴，滴个滴。适合下象棋呀、啊。
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哇！多么美好的太阳，多么美妙的一天！Thank you.
只要我藏好了，你是绝对找不到我的。我藏好了，开始吧。你得藏得再好一点才行。找到了，星星，我找到你了。星星，我找到你了。星星，我找到你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人人不
熊熊，你睡着了吗？陪我玩嘛，陪我玩嘛，陪我玩嘛，快点起来陪我玩嘛！啊，陪我玩，快点，快起来啦！你真的睡着了吗？吃饭了，快点给我饭吃！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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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。
Ah!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